格局其实很重要。为什么仁爱伯利的话三房这么受到客户的青睐？主要就是因为我们的坪效其实使用的是非常好，以32坪的一个格局来讲的话，顶多是做到2房或者是2+1房。可是，在仁爱伯利这个案子的话，基本上我们这个案子的32坪是可以做到我们的正3房。一个房子的格局假如要好的话，其实它的火区跟水区，何谓火区跟水区呢？火区基本上就是我们的厨房，然后还有厕所的位置都有规划，其实室内能呈现出来的空间是更大的。套房式的一个主卧室，就是等于是还有带一间3件式的一个卫浴，次主卧的部分也是可以做到双人床，而且还是拥有大量的收纳的空间。加一的房间的话，它可以做成像小朋友的房间，或者是一个多功能的书房。仁爱伯利32坪高坪效房型即将完销，请大家把握最后机会。